谢谢你们让我相信了什么叫做逆天改命，什么叫做奇迹。谢谢你们，真心的谢谢你们每一个人，谢谢。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了，打了200个电话，叫了200句老师，说了200句抱歉，再说了200句不好意思。日子这么苦，就一定要学会吃点糖。我已经有终于能去守护我妈，成为她的 A。 有的时候发现我还做不到，只有作品才能让你沉下心，稳住气，有底气，才会让你走得更远。4个月之后，有个人在那里，有个人流着眼来。我在原来停了很久，所以我不想停，我想回来。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，也沉溺于其中梦话，不得真假，不做挣扎，不去笑话。我曾将青春翻涌践踏，也曾指尖踏出盛夏，心之所动，且就随缘去吧。逆着光行走，任风吹雨打。我只关心我自己飞得高不高，但是我的粉丝会关心我飞得累不累。不累，因为我是谢可寅，我一定要赢。我只要能进到前33强，我就很满足，剩下的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学习去准备。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我是演员谢可寅，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拍过，我没有资格。我希望我自己真的可以学到东西，也希望自己能够看到当初热爱演戏的自己吧。我觉得非常感谢各位导师对我的肯定，真的就是给我添了一把火，然后你们放心，这把火已经把我烧起来了，只要烧起来了我就不会熄。我希望下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，我能有一点我能拿出手的东西跟各位老师再重新自我介绍。老师们好，我是演员谢可寅。接下来宣布毕晴姐加纳正式谢可寅。谢谢老师。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，也曾指尖踏出盛夏。请王中磊老师为可乃谢可寅颁发潜力之星奖杯。接下来公布成为泽奈组合第5名的训练生，他总共获得682,641.1助力值，这个位置属于一位 rap 担当，他是来自加纳盛世的训练生谢可寅。